外国人曝光一张卫星图透露什么关键信息，引起了美国人高度注意。为何油管网友这样评价中国军用运输机？近日，运20再一次吸引了外界的视线，还引起了美国人的高度注意。据媒体1月2号报道，日前美国卫星公司曝光了一张高清晰度的卫星照片，透露了关键信息。出境的有近20架运20巨无霸运输机、10架轰六轰炸机、4架 KJ500 预警机，还有一架被认为是 JXY-01 的舰载预警试验机。拍摄的地点位于西安飞机公司一个机场。据美国媒体表述，这是外界见过的运20照片中最多数量的一张。西非对中国建立运输机队做出了非同一般的贡献。尽管运20不如歼20、直20以及尚未公开的轰20那样具有燃点，但运20的诞生使得中国有了强力的后勤保障，大大削减了中国对海外大型运输机的战略依赖。运20于2016年开始交付使用，最大航程可达7800公里，以1276/417的设计为基础，运用了动作捕捉技术，充分发挥人机功效的座舱布局，体积运载能力都比1276更大，电子设备也更先进。运20的研制成功，不仅有利于我国打造战略型空军，还为我国打造民用领域的大型运输机夯实了基础。更关键的是，西非已经能做到量产运20。据相关媒体披露，截至2018年底，西非共交付了20多架运20。不过这一消息尚未得到证实，但这次美媒曝光的卫星图可见，超过20架运20整齐排列在机场上，或许意味着2019年西非运20的生产线来了次大爆发。以这次倍增趋势，用不了几年，运20的数量就能超过美国230架417的规模，这并非信口雌黄。早在2015年，美国的417工厂就关闭了，当时的规模需求使得美国不再有一架战略运输机投入生产。有趣的是，看到运20大批量亮相，美国油管网友表示，中国制造了不起，造出这样的重型运输机比美国的还要好。分析认为，美国网友提出这个问题，表明他们一直沉浸在中国还落后误区中，如今中国展现的东西让美国人有着很大的心理落差。至于说中国运20比美国的好，我们则需要理性看待。目前运20使用的是俄罗斯中韩道比D30KP2涡扇发动机，相较于美国环球霸王 C17 的运输能力还有差距。不过有人指出，我国的最终目标是为运20配备 WS20 发动机，目前飞行测试正在顺利进行中，预计2024年投产。再加上最近广传的收购马达西奇成功，相信这个时间还会缩短，届时配备了 WS 新航发的运20将彻底摆脱俄罗斯发动机动力不足的限制，为我国提供坚实有力的后勤保障。